你黄沾一点猪，黄沾一点点猪，黄沾一点点猪，然后沾一点点籽，还有籽，沾一点籽。 先把要染油菜花的地方，这个种的不要染，嗯，啊。那个尺寸有分哪几种？啊？哪几种？我要炒几？啊？它有分哪几种尺寸？就那边那两个。我跟你讲，买大的就好了。还。 黄、朱、赭，赭可是它的店名。哎，对。因为你有这样染的话，你看它有深有浅。就是说，排比上先沾黄，再沾朱，再沾赭。对。 那跟染色一样，就是说有一边颜色比较浓。就你看，它多大？我现在这样染，它就两个颜色。就从旁边套。对对对，所以威士忌酒里面会很低。你讲大是最大。对对对，所以那一只的尺寸刚好我们用。 没有柱子的，有，它在，我跟你讲哈，你上网去看那个什么，它的柱子是，中山路它有两个柱子，因为你要搬新家，然后越远越黄越亮，在那个 Costco 的那一条路上，就你裱花那个，没有，还要再往板桥这边，你裱花旁边好像也有一个大卖场。 那个就是 Costco 那边附近有一个 Costco， 那 Costco 裱花是在这边 ，Costco 在这边的话，它在还有这边靠近板桥这边。哦，你 Costco 呀？就中山路啊，因为嘛中山路只是差那一段。你 Costco 附近啊？哎，对，省界政府街，有地址是中山路或几号？三段。 加颜色吗？对，朱、赭，又加朱赭，加深了哈。对，就是把它那个暗的地方啊，譬如说，你看，像我们拍拍有暗的地方，下缘加一点点。 是在拍还是在弄啊？拍一下，一段一段拍一下就好了。可以。
回家我就把它弄起来，我家里有一张，我也会把它燃起来。申请有炊烟在药里，你不是去打电话？不是，换你染了？没有，我来，我染，我在看他的感觉，感觉是怎样？对啊，感觉很湿哈。我湿的时候就上去了。那画两笔，管他的。你说破坏画面了？管我，真是啰嗦。我就故意的，看老师看得出来，看不出来，不要把他的炊烟给弄倒了。那个烟囱就把它涂掉，也在炊烟了。这都让你没有炊烟。乱来。我跟你讲，画画就是自由的、开心的，你要那么严肃做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我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如果哪天我有本事放学生，我的学生一定在班上跳舞的。真的，那个才快乐。那叫龙发堂。什么东西？龙发堂我不知道。他不知道什么是龙花堂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他不知道。我知道明阳堂，几乎天主教的。不是不是。天与地。他不知道啦，龙花堂只有台湾人才知道。对呀、啊，人人讲天是，我讲红卫兵，你知道？南方你知道龙花堂吗？我知道啊。红卫兵我讲。只有小龙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我更不知道你们。牛鬼蛇神臭老九，红卫兵专门揍这种人。你这个都是第一个人给你打起的，我跟你讲，我第一个报名检举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就是吧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对呀、啊，没就是这样的，没错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哎呦妈呀，我吓死了！本来是不承认的，一讲好，赶紧承认。害我白紧张，哎呀，装作这样忍没错啊。真的真的，你妈也不可能。龙发堂主人来了。你刚刚讲，他们刚刚讲什么？我不听不懂，不知道在讲什么。什么棉花糖？不是棉花糖，没有棉花糖。棉花糖是可以吃的。龙花糖。然后你看，像我们染花的窍门，就是说，我这边染了，我这一块我就不染了。为什么？我要让它突出。让画面就很干净，因为我如果把这一块白都染掉的话，这一块就黑了，糊掉，就糊掉，不够锐利。你说这个可以啊，这里。可以，那 OK， 好，加分。就跟我不就是不想上，哎，就跟我有的拼。副总，你这个计划真的是拿刀戳了我一下，还加分。然后。再
讲一个观念哈，我哈就为什么调墨绿？我墨绿去碰到猪，它会带一点紫，所以我就不用再加紫色。嗯，墨绿，这是墨绿吗？这是墨绿。墨绿。我觉得红跟蓝的，红跟紫。因为你录影是吧？没有，只是阶段性的稍微拍一下。我的房子盖的都很小，我现在发现，因为我看的是照片，那我们家的猫咪是手机。所以手机里面东西很小，我一看画成那么小，现实中的房子，看年画房子是蛮大的。现在云在这里就要小心。会传吗？你这张改了没有？
染的，他那天在这边染的，他在这边染的，花花哎、欸，那花青的颜色，花青，对，上面有那个墨墨染的。有，老师，我去小龟，染起来嘛，它要类似这个颜色。差不多，嗯。你去小学校？老师，你刚才前没有，那个不透的颜色，就它得不会那个，不会跑的颜色。不会跑就是，就是可能比较那个，哎呦，诺兰我的一个石绿，对，哎不是。就一四六，对，是十六。上面是这张。对，它的对花青颜色，今天它的花青。是这一张吗？对呀、啊。对啊，他那天在这边染啊，我们都把它照起来，还不错啊。是啊，是不错、啊。有哎、哦，好多哦。上次从那个肚子里面弄起来的，这个没有用的。没有用吗？对，没有用。没有可以。